秋林，你说一下吧，我们要干嘛一会儿？一会儿我们要去这里的有名的饭馆吃饭。有名的饭馆吃饭？一共也就这两三个饭馆，那不个个都有名。你没看到我们今天过安检的时候问我们 address， 然后我们说了一个贵族餐厅。address？ 对啊。哦 address， 地址。对 啊。不是说 air two 吗？二号区域。跟你说的这么简单的，跟我说贵族餐厅。什么也没问我，因为你在我前面。嗯，是啊，我就说贵族餐厅。好，重新开始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去贵族餐厅。不是这贵族餐厅，好像是去那个金孔雀。啊，今天晚上我们去金孔雀吃饭。对啊。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来。对。让陈伟的 brother 要请陈伟吃饭。然后我们是去蹭饭的，是吧？嗯。陈伟，好暗呀。看得清楚吗？看不清，路子很暗。这个没有那个夜视。啊、嗯，不像那 DVD， 可能不会调吧。根本拍不清楚。其实你知道这个怎么调的拍亮吗？我知道啊。黑的地方还是这样子，它全部就是豆。是反射图吧？是香港是吧？也是香港的。这里。啊，这个是客家。今天到这个金孔雀，我们五年前也来过，然后这一次的变化呢，就它多了一个 casino， 怎么赌啊？是这样子。casino。然后它就是一个在这边合法的赌场，反正我觉得以这个金碧辉煌的程度，在国内可能是经常常见，但是在这个地方，算是皇宫级别的吧。走，去看一下后宫怎么样？马拉维最好的一个地方了。哦，最好的酒店，因为周围真的很贫瘠，大家也可以看到视频，很贫瘠，都是些草杂草树，就很这么现代化。然后感觉，因为它路连路灯都没有，然后你看这个灯光多么奢侈，所以我就说走去我的后宫看看。小姐，你要再吃一个，三个是一个，是吧？吃完了。现在八点多。来，佩，这边转。啊。这边盖的地方。嗯。金孔雀毕竟那个整个非洲连锁。非洲连锁？啊，对。就是在其他的非洲国家也有。对，一般都有。这是哪里的呀？这是安徽外经改的。那等于乱不乱的？过高峰，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，让理想永远在前面。路纵崎岖，也不怕受磨练。我倒时，我一倒时差，我就脑袋就疼了。我刚才好累的，终于让吹了吹凉风，要醒来了，倒下了我。回去睡觉。秋离。嗯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钟。然后大家都起来了，因为时差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充着电的充电器，但是没有闪灯，因为昨天停电。然后呢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一般到凌晨之后就会来电了，如果连续停电不来电的话，就会出大问题了。但实际上并没有来电，就我们设备也没充，手机什么都没充。然后我们面对非洲的第一个问题，
就是停电。嗯，我们想着等一会儿出去。五块电池用了3.5块了。对呀、啊。所以电池带少了。不是电池带少了，是应该搭一个发电厂的。这院子还很漂亮，早上，啊，这个颜色特别漂亮。陈文，你说一下昨晚情况吧。昨天晚上就吃饭，然后碰到一些老朋友，然后又喝酒，后来又晕了。然后昨天晚上那个，昨天不是白天就有拍一些东西，然后这个相机的那个电池差不多用了3块，总共带了5块嘛，然后用了3块，电池插了1块在那边。本来准备昨天晚上有电了，然后自己充，然后充的插在那边插了1天，到现在还没有充上。就昨天相当于早上10点钟到现在还没有来电。不过家家都备了那个煤气灶，然后叔叔现在那边可以做饭。这个停电问题确实，以前一般比较少过夜，都会那个晚上会来电，可能10点钟、11点钟都有可能。所以这次过来好像是比较严重。到现在一直没来电，然后昨天晚上那个手机那个网络也连上了。哦，你说一下手机卡的情况吧。啊，这边手机卡好像是有，之前我记得是有3个公司吧，不过主要用的是一个08是。这边早上真舒服啊。嗯，国内其实我们那边也有这种情况，因为我们南方多山嘛，但是就是一大早开始或者半夜也是车子太多，就没有这种安静那种感觉。嗯，然后这周边绿化肯定是比啊，我们家里面那个绿化也差不多，因为山很多嘛，树很多嘛，而且一年四季常青，但是这边就是多了一份安静，然后房子没那么多。是，我看后面这个生火做饭了吧？哎，对。看看我们中国人在那个马拉维的车牌。好。嗯，这家也是以前有一起玩的朋友叫蒋月月，他们这边都是比较熟。他老婆是在这边那个上学的，然后那个现在在这边银行上班的。他们都是马拉维的名人嘛。名人。嗯，就到马拉维了，哦、他 KK35。那牌子都很好呢。嗯。然后手机号也都很好。像我们早期都是什么08什么59啊58什么618什么91838什么的，都是手机号比较好的，因为都是属于早期。我们那个时候过来这边还没有跟中国建交嘛，来了一年之后，后来才跟中国建交的。这边火柴应该量用的也很大，你看到处都生火，然后这个牌子好像也很出名。嗯，我这个是当地产的，这个是布兰特那边一个公司产的。嗯，料盘的，我们从以前就开始用这个火柴，质量也比较好。多少钱一盒？早就忘了，而且没买火柴也都没感觉的，亏不了。嗯，都是要给黑人用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般买那个火机 BIC 的，都是法国的，质量很好，一个可以用好久，就漆到用完，它各方面配件都还很好，一个好像要10来块钱吧，人民币、啊、哎，哦，就质量比较好，那用很久、那个、昨天晚上有给我一个，然后在勇哥那边喝酒，落在那边了。空气好，抽根烟也污染不了。肺污染了。对，自杀。这2条狗真是乖。不过阿根说他是啊，他家后院有条狗是很凶。嗯、昨天来的时候还很吓人，看着转。今天早上我。你也跑了。清早在这边躺倒了。